兄弟姐妹手牵手这样上舞台，我最喜欢那一幕，而且我如果是底下的观众，在那一幕我会很激动，我会一定会很感动。整个案子对我来说就是中间的状况很多，就让你一直觉得 up and down， 就是一直上上下下的这样。但是也因为这样的担心，所以当昨天晚上第一场演出大成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很开心，就是有加倍的过瘾度这样子。我觉得首演那一天啊，是在另外的车台哭，因为我们辛苦很久对这个案子。就是从一点一滴，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个东西弄到现在这样。那不管说它的成果是不是外人眼中100%，那个对我们来说都不重要啦。因为，四三常说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他是，对我也是。因为戴花环的那个表情，你会发现那是他们的爆点，因为他压抑了一整个晚上，终于在那时候我可以。可以想怎么样就怎样，我可以唱，我可以跳，所以后面大家都跳起来了。从小到大，从来没跳过，第一次跳在就在音乐厅舞台上，蛮兴奋的。希望以后还有跳舞的机会。这种震撼的、这种很嗨的这种气氛，在国家音乐厅是很少发生的。听说啊，这个国家音乐厅也过几年要整修，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哎，再嗨一点就可以。可能今年就要整修，这样干脆把它震，就是震掉这样。你好，欢迎收看《音响世界》，我是黄慧玲。我们刚刚看到的影像是电影音乐剧《很久没有进我了你》。你看到台上原住民还有音乐家们很感人的演出，然后看到台下观众都站起来欢呼。也有工作人员和观众很激动哭了。这个作品即将改编成电影，而且要上映了。我们今天邀请这个计划的总制作人张四十三来谈谈《很久没有进我了你》。四三大哥你好，慧玲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对，相聚这个作品的时候大概2010年到现在，对，我看了很多很多次，每次看还是会觉得很激动。那个时候你们是如何去衬托这个最后结尾的大合唱？其实这个幕应该是在最后的一个阶段，就是前面演了很多的戏剧，对，然后你就可以演他们如何从南望部落，然后顺着这个被这个指挥家所说服，然后到国家音乐厅。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因为前面演了很多，其实都是一种戏剧跟铺陈，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思考说，这个应该是台湾的原住民第一次要站上国家音乐剧音乐厅的舞台，对，那我要让他怎么站上去呢？那时候就在思考，是从后台这样子进来吗？对，还是好像很普通这样。对，后来想说，我要让他们从正门出现，这样子，所以就设计了这样的桥段。然后也因为这个桥段，我们就增加了很多费用。为什么？因为旁边要做一些很多的步道，让他们进来，顺利走上来。对，然后门打开，然后一个给全场的观众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对，其实最主要并不是要去吓大家，或者是给大家惊喜，最主要是我在我内心里面，我希望。他们前面演了很多剧，他们终于要走上国家音乐厅的时候，是非常在众人祝福或见证之下，然后很一步一脚印的这样子，很光荣的走上国家音乐的舞台。对，就是这是我幕后那时候设计跟为什么有这个桥段，幕后其实内心里面最大的一个渴望。我其实很少很少看到音乐厅的观众吼会全部都站起来，然后。整个舞台像是疯了一样，大家站起来欢呼，跟你们一起唱，连包括那时候也是很开心，在舞台上唱歌跳舞。不瞒你说，因为这个剧应该是等于我第二次进入国家音乐厅。说实在的，在做这个音乐剧之前，我从来没有到国家音乐厅看过正式的一场演出，甚至我也没有看过交响乐现场的演出，所以对我来讲，完全是一个很非常全新的一个经验。所以那时候做这个剧的时候其实还蛮惶恐的，然后所以一开始首演完的第一天，观众非常热烈一直鼓掌，
非常多的大时候两厅院的工作人员一直来跟我恭喜啊，张制作人、张老师、张导演，恭喜你怎样？其实我没有什么多大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当过观众啊。然后我的思维就是，我做办海洋音乐季，办很多的一些艺人的一些歌唱活动，鼓掌 uncle 好像很应该啊，没什么，你知道吗？没有，可是其实在国家音乐厅要到第二天、第三天又有一些朋友来跟我恭喜，哇，不简单，两天也没有这样，我才意识到，哎呦，我们这场的演出好像跟过去其他的演出不太一样，我才问简文斌，他说，哦，在两厅院很少有这样的一个，对。然后我觉得后来也证明说，对了，为什么我不太会去国家音乐厅听音乐？那只能坐着都不能有任何反应，那不是很无聊吗？对，其实很久没有见我了。你是一个原住民南王部落的原住民们。登上了国家音乐厅的舞台，这样子的一个，其实这样讲很简略，它中间当然经过千难万难，然后在舞台上演出。可不可以先请四三大哥帮我们谈一下，为什么那时候会有这样的构想？我常常讲一个非常超过十几年前的一个故事了。其实那时候刚创业的时候，其实公司人不多，超过三个人，角头唱片，角头唱片的时候，然后就我还有郑杰任，然后还有加会计，是，所以那时候因为刚创业，所以我们白天就要去送货，你知道吗？那时候货都我们自己送的，自己送唱片去唱片行卖，还有去亚洲唱片的仓库都是我自己送，因为没人啊，没钱。然后有时候郑杰任都会被我拉着，哎，跟我去啊，因为觉得很无聊这样子，他就跟我去。但是晚上的时候我们都会录音。然后我记得那一年刚好在做纪晓君的第一张唱片，所以你们听现在看到纪晓君的第一张《圣明歌》那张，虽然是魔岩唱片出版，其实那张总所有的制作全部在角头的时候就录好了，是，对。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想把原住民音乐做的比较像 world music 世界音乐的概念，所以在台湾比较少人做这样的尝试，所以那一张做的还蛮辛苦，因为没有前例可循。所以郑杰任有时候晚上在录音录很晚，我就会留下来跟他聊聊天啊。虽然他在一边编曲一边录音，记得有一天喝了有点醉，其实可能在创作上或在编曲上遇到一些瓶颈，然后有一些抱怨。其实我自己也很抱怨，就台湾那么美好的声音，为什么是我们这种小公司在做？就觉得有一点不应该，应该是国家拿去做才对。为什么是我们这种刚起步的公司才三个人？对，然后来做，然后后来就讲到有点怨气感伤。然后郑杰任就说，没关系，我们有一天一定要把纪晓君带到国家音乐厅去唱歌。在十几年前，他那时候还有一天跟我借钱，就说，他说你干嘛跟我借钱？我说他想去带小军去国家音乐厅。我说你要带小军国家音乐厅干嘛？因为我那时候知道国家音乐厅连爵士歌手都上不去，因为他有一定的限制，他要古典音乐的歌手才能上去在那个台上唱歌。然后我以为他要带郑杰任要带纪晓君去参加什么表演，结果不是，他是说他想买两张票，然后叫跟晓君去看不管是谁的演出，就坐在观众席。一定要去国家音乐厅站着场地。就坐在观众席，等到那个指挥要开始一开场要指挥的时候，就叫纪晓君从那个台下站起来唱歌，啊，因为这时候一定大家都愣住了，唱一唱就赶快跑这样子。其实那时候只是说笑，后来那时候说笑了，这样的一幕就变成很久没有进我了你的电影音乐剧的第一幕。所以你第一幕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简文斌要转身要开始跟 NSO 指挥的时候停住了，因为台下有纪晓君唱起来唱歌。所以有这个因缘，应该是我当然会讲说，不是说做只是当下的一个创意，而是累积了一二十年的情感，对，然后一个梦想，那个梦想是再回头来圆梦啊。正当十几年后，然后两厅院的董事长陈玉秀，然后跟简文斌想做这样的案子的时候，然后找上了我，我就很快的把过去跟郑杰的那个风言风语的那个画面，对，然后那个梦想吧，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把它做一个完成，等于说我抓住了一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我在二十年前已经准备了很久了。早建年出唱片，
他会觉得他的东西不会卖，你干嘛出我的唱片？你头脑筋有问题？那有一个唱片公司会投资一个根本没有什么形象也长得不好看的一个歌手。可是建年当初得到金曲奖歌王的那张专辑就是角头的帮他出的专辑海洋，对，那时候打败了王力宏，打败了庾澄庆、陶喆、张学友，对。期待吗？在演出唱好就好了。对啊，妈妈是跟我们讲说，因为我们不是真正的歌手，也不是大人那样，也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所以紧张是一定会的，就每个人都会嘛。然后我们也可以唱破音这样，不要让自己太大的压力，因为我们还是小孩这样。妈妈都是这样跟我们讲。对啊。还有提词这样，之前是提词，要有精神。对。就这样，对啊。像你唱《猴祭》的时候，这个故事你们有看懂吗？有啊，你们看，有，妈妈有解释给我们听。来到台北了。你讲啊，你懂你讲啊。结果怎么瞬间忘记了呢？就有时候做音乐，也几乎都会想到我的外公，阿公的心情，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去创作？去做音乐，他的喜悦，他做音乐的喜悦是他的族人、他的亲朋好友、他的教会里面的那个教友唱他的歌，他那是他的最大的喜悦啊。然后每当我在做音乐，尤其是母语的音乐的时候，天天闭着眼睛，然后就会想说：阿公啊，你有听到我做的音乐吗？我这样的音乐你会喜欢听吗？当然不知道他的回答了，就是我希望我的外公喜欢听。这一次上台演出的他们都是南王部落的很优秀音乐家，也拿过很多金曲奖的讲座。是，其实他们上舞台，我们刚刚听到小朋友说对他们的意义是什么，当然对台北的观众来说真的没看过像这样演出。原住民唱歌有一个特色，他们就喜欢一起唱歌啊，对，所以那时候在做这个剧的演员，我就在思考说能不能以南王部落的一个这些家庭为主，对，包含建年啊，或者是南王姐妹花啊，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孩子，然后这些孩子也看到自己的爸爸或者自己的妈妈在音乐上有一些收获，对，有一些受到肯定的地方，其实他们也觉得骄傲，甚至他们也有一股冲动想要去追随这样的一个脚步，刚好有这个这样的音乐剧，也在讲南王部落，我跟他们过去的一些情感的故事，我就觉得，是不是可以把他们整个家族或整个家庭把它搬出来演，然后用虽然是很素人的方式，但是我觉得那是很纯粹的，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很难得的一个机会，然后让这些小朋友。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演出，对，然后去感受到看看世界，然后去感受到原来他们自己族群的文化是那么样的受肯定，我觉得意义在这里。对，我相信这些小朋友受过这次很久的这些洗礼，那时候都还很小，有的是小学，有时候有的是国中，现在已经都大学了。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三个小男生，对，最大的已经上大学，现在在中山大学，对，现在也常常参加音乐比赛，还获很多奖。这样的很久的影响在他们心里面，我觉得是一辈子的，应该会在他们求学的过程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舞跟动力。我觉得有时候做音乐剧并不是在讲所谓的当下的一个喝彩或者是当下的掌声，对，而是在背后，其实你可以让这个家族或者这是家族的小朋友去感受他自己本身的文化是那么样的优秀。在长期以来，我关注原住民，包含接触陈建年开始，我发现他们是对于自己本身的文化是缺乏自信的，不敢拿出来，
没有觉得这个很厉害。对，其实真的很厉害。对，所以以我从台北人的观点，然后去跟他们讲你们有多好，有多好，有多好，一步一步的，我也证明给他们看，我跟你们讲的没错，你们的东西是好的。对，所以在这中间的拉扯也有啊，像我早建年出唱片，他会觉得他的东西不会卖，你干嘛出我的唱片？你脑筋有问题？那有一个唱片公司会投资一个根本没有什么形象也长得不好看的一个歌手。可是建年当初得到金曲奖歌王的那张专辑就是角头的，对，帮他出的专辑《海洋》。嗯，对，那时候打败了王力宏，打败了庾澄庆、陶喆、张学友。对，我觉得那是一个美丽的，这怎么讲？美丽的错误吧？对啊。我记得在这个纪录片里面，简文彬讲了一句话，非常棒。虽然说他们原住民可能觉得自己的音乐还好而已，但对于城市里面的人，第一次接受到这样子音乐的冲击，我说第一次其实是站上国家音乐厅这么大的舞台。简文彬就自己讲一句话，他说：“哎，这些原住民是。”大老远来台东唱歌给你听，是多么难得、多么棒的礼物。对，很多人听也是哭啊。简文彬在谈这个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去寻找一个剧名，剧的名词。对。然后我提供给他什么 A 麦到天亮啦、或者是海洋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很多。然后后来我也讲到了很久没有见过的你，他一听说就是这个。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他喜欢那个敬，尊敬，对，也是敬酒的敬，敬酒的敬。他觉得，就当如他当初要做这个音乐剧的初衷一样。其实我觉得我们亏欠原住民太多，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音乐厅，其实没有一个完整的原住民音乐的表演。对。然后如果这个聚焦了很久没有敬我了，你这个敬是一种回馈，对他们的一个致敬。对，所以从简文彬的角度来看这个字眼是不一样，但是对我自己的角度又不太一样。对啊，我就是平常喝酒在部落里面，人家打哎你很久没有敬我了啊，就喝一下，就这样，其实一个很普通的那个问候语而已。对，可是原住民很可爱，他们会倒装，所以正式的名称他们会怎么念？其实原住民，其实他们本身他们的语言的那种，我语言的长度会代语言的那个拖拍的长度会代表时间，比如说很久没有见过了你，然后差不多应该是三天两天我们没见面。对，如果他一直很刻意的讲很久，这可能一个月没有见面。所以你可以常常听原住民讲话，其实他不是很刻意，而是说其实他有含义的。他们那个时间拖长短是代表我们有多少没见面，或者我们有多少我爱你，那个爱有多那个成分重量，或者是有时间的意义的。这是我比较了解的。生活在台湾一直所有的角度都是从经济面出发。然后我们要经济好，经济优先。对，我们从来不会谈所谓的文化优先或什么，最大的用意是要让将来的执政者，或者是将来有权力去决定这样权力的人去思考，我们将来可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我记得上一次见到四三大哥的时候，我就问你说，所以下一步计划要做什么呢？你就说把它拍成电影啊。然后我们就等了很久很久。是。对。我觉得电影，对，虽然我自己念电影，对，然后后来我自己做唱片，后来我自己真的下定决心要拍这部电影，制作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我还真的蛮佩服每一部完成电影的那些幕后的工作人员，包含老板们。我觉得电影来讲，大工程，对电影来讲，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跟学习。音乐舞台剧很久没有进我了你，是讲南王这群部落的音乐家从台东远到台北来演出的这个过程，是最后在舞台上非常的尽兴这样。可是电影应该很不一样，对不对？如果再去把原来的故事拍成电影，好像没有什么创新，好像有一点偷懒，对自己交代不过去。所以我们在整个剧情上，包含我们所要表达的含义上，也做了很大的转变。然后其实他讲的议题也不是很单纯的，只是一个指挥家到部落里面把这些族人带到国家音乐厅唱歌的那么简单的一个故事而已。应该是很多人都在问说，那你这个音乐剧的剧情能不能用很简单的几个字就是描述过去？我常常都讲的几个字就是说，当原住民的美丽的稻穗有一天变成了中国的长城谣，你会怎么样？
他讲这个哈，对，其实他在讲一个是，可能是未知的世界，未知的事件，应该是这么说。然后其实很简单的就是，本来一个国家音乐厅，他本来要演的期间是原住民的美丽的稻穗的剧嘛，可是有一天他的总监换了，他的董事长换了，后来不再唱美丽的稻穗，他们拉的是换中国的长城谣，换的卷舌的一些演出，对，所以演员讲念白的卷舌。虽然我觉得这不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但是我相信现在每一个人现在目前生活在台湾，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压力，然后我觉得经济的合作，我觉得是允许的，但是有很多文化层面的东西，是不是我们能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把它保留下来，然后去避免它？然后这是我作为一个音乐人，从我自己的角度看到的，也是我对于整个台湾的文化，我觉得比较担忧的部分。所以我用电影的方式，包括我跟导演用电影的方式去呈现这样的一个危机感，然后去让所有的台湾的观众去做一个醒思。过几年后，真的事情会发生。我想这件事情其实有慢慢在发生，不管说它是影响或是交流，对。未来政策上是不是会做一些改变？我相信这是我们现在要面对它，不然以后你不知道怎么处理它的问题。对，其实我觉得，台湾在台生活在台湾一直所有的角度都是从经济面出发。然后我们要经济好，对，经济优先。对，对，我们从来不会谈所谓的文化优先或什么。文化优先通常都是口号了，对，但是也有啦。其实像有很多的一些文化人，其实也有默默在做这一块的一些保存。对，民间力量真的很蓬勃，对，很蓬勃，也整个其实我们都看得到、感受得到。其实到刚才我讲是在拍给台湾人民看，倒不如说我最大的用意是要让将来的执政者，或者是将来有权力去决定这样权力的人去思考，我们将来可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是，然后我们还没有发生，我们用电影来诠释这样可能发生的事件，包含我们作为音乐人的担忧。我觉得电影除了娱乐，然后能做到对于一个未来的政策提出一个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是我很想做的事情。对，最后来谈一下选角。男主角是代理人，对。然后刚刚四三大哥提到那个两厅院的总监，王丹，你们可能会很吓一跳。王丹在这个剧里面演两厅院新任的总监。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两个总监是完全截然不同的角色。一开始的总监是蔡振南演的，对，就是非常台，但是他很有文化，但是从他的嘴巴里讲不出那种很文化的字眼。然后后来有一天他被换了，就换了来自一个大陆的一个总监。然后后来导演就找了他的好朋友王丹，哎，王丹第一次演戏，他表现好不好？哎，蛮好的，很自然。然后因为他卷舌卷得很重，对，所以你就觉得就是那么回事。他是北京的，因为他就是来自北京。对对对对对。好，这真的也让我们非常期待，希望很久没有进我了你，票房很好。谢谢，谢谢，谢谢四三大哥，谢谢，谢谢。